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疆玉立县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民，种棉花的。我们家有1000亩地，我今年全部都是种棉花。今天我带大家过来看看我家里地里面播种的情况，种棉花的情况。我们全县有110多万亩棉花地，都是种棉花的地。我们玉立县基本上都是天天都是晴天，没有什么空气污染，所以我们玉立县种棉花特别好。玉立县是全国有这面基地，我特别喜欢我们玉立县。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我们种地种过来的，我爷爷我爸爸那一代都是就是靠着这个人工种植的，到了我这一代我们都是不需要人工了，全是机械化种植，都是无人机打药，都是大型采棉机。现在我带大家过去看看我们的大型播种机，这盘子上面都是滴灌带，我们接水用的。这是膜，我们一下嘛就可以把3个膜一起铺完，一次性铺完。看我们的棉花的种子，棉花品种也特别好的呢。这就是我们棉花的种子，棉籽儿。以前是我们用这个人力采收棉花的成本也特别高得很，现在我们用这个大型机械化了以后，现在是一亩地的成本降低到1000块钱，低得很成本。现在我都是不像爸爸那样是天天围着这个土地种棉花，现在我用这些大型机械了以后，我都是从这个土地里面释放出来了，解放出来了。现在我过的日子都特别好得很，特别美好。